这场战斗我为你辅助，你只管好好享受战斗，感受神阵觉醒的力量。走，接下来就交给我。受命！警报！杀修罗斩！居然敢挑衅我们！我到你了！那里克行省都清理完了。 下一步我们去哪？走吧，去雅克行省看看。前往雅克行省执行下一个任务前，需要穿过幽暗沼泽，这片区域危机莫测，大家不要分散行动，提高警惕。团长，我们为什么不飞啊？魔族腹地，飞行容易暴露行踪，非紧急情况，我们还是徒步前进。 团长，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不太好的东西吧？大家小心行事。这雾气浓得有点不正常啊！光头啊，要不我们手拉手一起走吧？团长，圆圆姐。 保护我的，对吧？英，你在哪儿？大家人呢？小白花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 没事吧？竟然没有柳毛打击，不过好久没有这么丰富的收获了，先吃哪个好呢？这个绿色看上去真是新鲜，肯定美味。救我，团长！圣体凝炉。 天才炼药师面前，你这点毒算什么？哼！你们全挣脱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早就听说魔鬼花王阴险狡诈，从不在人前露面。之前被你所困，不过是我们将计就计，以身作则罢了。没想到竟被你们几个算计了。 还你也累手气，这小长子，今天就是你的福气。谁的死期还不一定呢？今日不解决你，将来还会有更多人被困在这迷雾中。哼！ 这魔鬼花王也不怎么样嘛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
不出去了。可恶的人类，也因为这样才能死。皓月竟然能利用风属性魔法将毒素聚在一起，而且还把这些毒素全都吸收了。皓月，你到底还有多少变态的能力啊？啊，是魔鬼花王的魔晶。你说你又要去进化了，好吧，遇到危险就呼唤我，我会立刻赶过去。飞过湖面就到雅克族的领地了。那游过来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帅脸！集中注意力，小心水下。怎么成群结队的？斧头，快飞上来！这东西难道是个狐狸？这边呢？魔头，你往哪儿丢呢？长得真奇怪。团长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巨妖，太古时代的生物。他们是风属性魔兽，有着极快的速度和爆发力，同时也喜欢群居生活。这个习性使得他们极为难缠，而且他们还是一种罕见的商品。他们的鳞片和鱼皮可以制作高级防具，骨头则是一些传说级武器不可或缺的材料。至于巨妖肉，可以磨成粉末，做成优质的疗伤药。那我肯定多抓一点了。但他们生性残暴，领地意识极强，任何招惹他们的生物都会被追杀，直到死亡。团长，你不早说。那后面，快救我呀！我们是命妖。快要撑不住了，三秒后大家散开。救命啊，这么多人咋都跟着我呢。巨妖天性趋光，特别喜欢亮闪闪的东西，想必是你的光头被他们看上了。圣位十一，送走他们。冰雪之花，零度之域，冰封千里，寒天一侧。吓死我了！骨头，没事吧？有什么东西要来了？不好，这是巨妖之王的机器，快撤！巨妖之王？没错，他是巨妖族的领袖，有着风与空间双重属性。在太古时期，无数强者都想要猎杀他，可却无一人生还，只因他是十级魔兽。十级！
风压封锁了空域。司马迁，快躲开！永恒之塔就安全了。主人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还好团长及时出手，不然我们就团灭了。真是吓死人了，我们还真是倒霉。怎么回事？巨妖之王还能追到这里？放肆！区区畜生！赤王竟然能穿透永恒之塔，我建议趁此机会大家在永恒之塔内休整一下，以便躲开巨妖之王的搜索。顺着爆炸的气息找过来，还以为会有猎魔团呢。这么多的巨妖，那巨妖之王去哪儿了？这些巨妖身上的伤口似乎是猎魔团造成的。难道这只猎魔团有能和巨妖之王一战的能力？从这些残留的痕迹来看，他们去了雅克行省。说不定这只猎魔团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只。看来我们的新猎物已经上线了。我们在永恒之塔休息了3天，将灵力恢复到了最佳，这才再次赶路前往雅克星省。到了，这就是下个任务的地点。这就是雅克族的营地，也太大了吧。团长，这儿这么大，周围又这么森严，我们该怎么完成猎杀100只雅克族的任务啊？